Hello，小朋友们，大家好，是吴老师。还记得这个礼拜我们的英文课学过什么东西吗？我们是不是学过 numbers from 1 to 10？还记得吗？有它的字，然后呢也有 words 的，还记得吗？OK，我们一起从1到10读多一次啊。OK，1、2、3、4、5、6、7、8、9、10。OK，所以呢，我们学的东西呢，就是一到十，对不对？有它的字，有它的 number 的。OK，所以呢，现在呢，我们要做的东西呢，就是做我们的 exercise book，就是呢，做我们的练习题。OK，所以呢，现在你先准备好你的 exercise book。OK，先拿出来你的 exercise book，然后呢，还要准备好你的叮叮，你的 pencil 跟你的 eraser。OK，如果你准备好你的 pencil、你的 eraser，还有你的这个 exercise book 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开始做了哈。OK。嘿、hey, 小朋友们呢，然后现在你就打开你的 exercise book 第37面 page 37。 OK 小朋友们，如果你已经打开你的 exercise book page 37，就是你的作业簿第37面了之后呢，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做我们的功课了哈。 OK 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写上你的 name and date， write down your name and your date， 就是你的名字跟日期。 OK，然后呢，如果你已经写下你的 name and 你的 date 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来写我们的功课了。OK， 你看这一面，首先呢，它要我们 trace。OK， 就是呢，要我们跟着这边的这个字，然后呢，跟着它写哈。OK，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会学写的东西有三个字，第一个呢是 two， 就是二；第二个呢就是 four， 四；还有呢，第三个就是六 ，six。OK， 然后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哈。OK， 第一个看这边啊，看左手边这一个。OK， 第一个呢就是 two，T-W-O-two。OK，two 呢就是二。OK， 所以呢你要在这边写上二哈。然后呢 ，OK， 然后我们就看下一个哈。OK， 这边呢 ，OK，second line 这边第二行，它就会叫你写 four。OK，four 呢就是这个四。OK，four 呢就是四。OK，four 就是四。OK。然后呢，我们再看下一个哈。OK， 然后呢，下一个它 third line 这边它就要你写 six 呢就是六。OK， 六就是 six。OK， 所以呢，在这一个 exercise book page 37这边，你学到了三个字，第一个呢是 two 二，第二个呢我们学到的是 four number four 就是四，还有呢第三个我们学到的东西就是 six。OK， 六。OK， 然后呢，现在我们就要打开我们的 exercise book page 38。OK， 就是你的作业簿第38面。OK， 这边呢，它叫你 match the numbers with the correct words， 就是呢，叫你把这个字跟它的这一个 words 的字连在一起。OK， 首先呢，比如 OK， 这个第一个 number 是什么？这个是七，对不对？所以呢，七的英文是什么？七的英文就是 seven， 对不对？所以呢，你就要拿出你的 pencil 跟你的 ruler， 然后呢，你就要画线连在一起。OK， 这边有三个号码哈，第一个是 seven， 第二个是 three， 第三个是 five。OK， 这个呢，你们就自己做哈，因为这个很容易的，一下子就可以做了的，所以就自己学做做看哈。然后呢，现在我们就要打开我们的 exercise book page 39。So open your exercise book page 39，就是打开你的作业簿第39面。然后呢，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写。OK， 它这边叫你做什么？它叫你 color the correct number of items in each box， 就是呢叫你涂上颜色。OK， 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要拿出你的什么？拿出你的 color pencil， 对不对 ？OK， 如果你已经拿出你的 color pencil， 我们就要开始做了哈。OK， 我们来看第一个。第一个呢，这个是什么？圆圆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 orange， 对不对？但是呢，这边这样多粒 oranges， 对不对？然后呢，还要你做什么？还叫你 color two oranges， 就是呢，用你的 color pencil 把两粒橙子踩上颜色。OK， so two oranges 就是两个。OK， one two oranges， 所以呢，就是要涂上两个 orange， 然后呢 ，OK， 就要这样子涂哈。像我这个照片这样子跟它踩上 orange color， OK， 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我们去看第 question number two， OK， 就是第二题，它叫你做什么？它叫你 color one fish， 就是呢叫你踩上一只鱼的颜色， OK， 所以呢 one fish，
这个是一个 fish 啊，所以叫你 color one fish， one fish， 所以呢你就要涂上颜色，像这样子， OK， one fish。然后呢，第三题它叫你做什么？ color four boxes， 就是呢采上四个盒子的颜色， OK， 四个它这边就是 one two three four。Four boxes， 所以呢，你就要采上四个盒子的颜色，像这样子 ，OK， color four boxes， OK。然后呢，现在你就看下一面啦、啊、，OK， 下一面呢，这边有三个 question， one， two， three， three questions， OK。他要你做什么？他要你 color five leaves， 五片叶子 ，nine cups， 九个杯子，还有。8 balls 八个球 ，OK， 所以呢，这一面呢，你们就自己做看看了哈。因为前面这一面我们一起做了，对不对？所以呢，后面这一个你们就自己在家里做哈。所以呢，你们今天的功课就是写上哪一个？等一下啊，我开给你们看。OK， 所以呢，今天的功课就是要画线这个 ，OK， 然后呢，要采上颜色，像这样子采上颜色。然后呢，还有做你的 exercise book 这个 page 40 ，OK。所以呢，今天的课我们就会上到这边哈。然后呢，我给你们的功课一定要记得做 ，OK。OK， 小朋友们，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学的东西呢就到这边。所以刚刚我有给过你们功课，对不对？我叫你们自己做几题，对不对 ？OK， 所以呢，你们一定要记得做哈。然后呢，到时候带过去学校给我，我再帮你们改 ，OK。所以呢，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边哈，拜拜。